昨天说的那个药，一天服30片，你们查的后果是什么？我是来报警的，我来报警，我第一我的被非法拘禁，被他非法扣留。第二，我汪小菲实名举报徐熙媛长期滥用药物。小菲去报警了，他只报了药名没报药量。我帮你们查一下小菲昨天说的那个药，一天服30片，你们查的后果是什么？另外，我觉得可笑的一件事，那我也得回复。我的朋友差不多570万的现金，一分钱我没有拿。你让他问问他女儿去，好好问问你女儿。你摊字就是上面就一个金，底下一个背，是今天就开始背，这是有证据的啊，咱也不轻易乱说。我从来不找嘴替，我也不会乱说，我也不愿意干涉这些，从来没找过一个公关公司，没有布过一个黑粉。你们相信兰姐，用良心发誓，一地三尺有神明啊，说谎话的人是要受到惩罚的。